要出堂子啊。那堂子。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所以他小时不佳，大未必差。讲什么话？好了好了，就罚你两天不可以打 game 了。哦，两天你就想，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打 game 啊，除非你考十名以内。手伸出来。爸。哎呀，罚他不可以打 game 就够了咯，还打做什么？不打他哪里会怕？手伸出来。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围枪就不用打。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给我打 game， 还什么乐趣？
结伴出走。我要离家出走，现在就走。钱掉在地上的声音呢？钱掉在地上，你发梦啊？想钱想疯啊？爸爸妈妈，我走了。我要寻找自由。出走比较好。强盗，没有好一点的角色吗？站住！头发这样乱。妈，我可以打个吗？不可以，除非你考十名以内。妈，四十名你也可以吗？Thank you.
要去哪里？我要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也要有一个地方吗？美丽堡。美丽堡？美丽堡是吗？啊。没有读书，你有钱的吗？有。什么事哦？小芳，今天不用上学啊？啊？他刚刚不是在等车吗？没有在吗？小胖，小胖，小胖，是啊，小胖不见了，小胖不见了，哦，是不是被人绑架哦？绑架？你以为我是百万富翁啊？我是炒果条的嘞，不是炒股票的嘞，这样就很难讲哦。现在经济这样不好啊，那种歹徒啊，他管你是炒果条是炒股票啊，他有的绑他就绑了哦。我们先回去看，可能他回去拿东西嘞。寻找白油，白油，我看他已经写错了，我猜他要写那个自由。小胖，黄哥多少钱？10.6。叫你乱丢垃圾啊！垃圾桶嘞？在那边。怎么有三个垃圾桶的？要丢哪一个啊？啊！我有无敌之点。
水草丢这边，纸杯丢这边。记者用的录音机越来越先进哦，这样小个的都有。哎呦，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的？还是你去买一个 MP3 啦。小妹妹，我出来跑新闻的时候啊，你
还在看小叮当，还要教。今天召开这个记者会是关于一个小孩离家出走的 case， 他的名字叫黄瓜。啊，sorry sorry，我带完两块。sorry， 按错了。这个离家出走的小孩名字叫黄光良。哪一个黄啊？黄是黄色的黄，光是光良的光，良是光良的良。光良是水哦。我不会吧，光良你都不懂，你没有听过童话这首歌吗？对不起哦，我很少采访娱乐新闻，我都是采访首相啊部长的新闻呢。光是光头的光，良是良心发现的良。这个黄光良长得有点胖，所以花名叫小胖，今年念五年级，十岁。这两位就是他的父母亲。威斌，有没有他的照片啊？有没有正常一点的照片啊？我们和你们拍一张照片，来靠近一点哈，来 ，1 2。好酷，好酷，这样子报纸才会登大一点。可以欺负你的 KK 小超人，哼，我可是 KK 小肥仔呀。小姐麻烦退我一点，我怕我出闸的时候会震伤你。喂，起来啊，喂，关电脑啊。今天哦，那个什么 A 型流感，然后 H1N1 啊，哎呦，害到我不能去旅行。大家下午好，现在报告午间新闻。现今社会，少年离家出走似乎已变成一种社会风气。今早新山又有一名小孩怀疑被妈妈鞭打后负气离家出走。这名不告而别的小孩名字叫黄光良，今年十岁，因为长得肥胖，所以花名叫小胖。他今早离家时身穿校服，公众人士若发现这名小孩的行踪，请即刻报警或拨打外币陈德才的电话07688-7766。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国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正努力同伊朗接触。Angelina， 你的身材保养得很好耶！哎呀，是呢，你家保养得还？没有啦，做什么？大人讲话不要吵，来，走开，走开，走开。哎呦，我跟你讲哦，这天气，哎呦，真的是好热哦，真的最近好热哎。
哇 ，LV bag 嘞，听说外面要卖4000块嘞。没有啦，才3999。这不叫龙狗，叫枸杞。没有多少。小弟弟，厉害啊！用车来抓劫匪。什么遗言？是遗丸，没有毒素。你这个鱼丸多少钱？1串6毛。1串啊？一粒。随便啦，安迪请吃啦。谢谢。看得多，还没有看过这样胖的乞丐，小叮当都变形了。住哪里？家里。在哪里读书？小学。在哪里出生？医院。做什么要做乞丐？我肚子饿，没有钱吃饭。肚子饿，走，安哥带你去吃饭。安哥，你是不是坏人哦？我是坏人，我是坏人，我就去大抢银行喽。还在这里做乞丐，走，安哥请你吃东西。啊，安哥，你的脚，你是骗子。骗子？我不是骗子，我是演员。走，要吃什么？日本餐。OK， 安哥请你去吃日本面。Sir, you know? Sila Ice. 你要喝什么 ？Teh tamu tare. Teh tamu tare. Cakap teh aja. Teh tamu. 好吃吗？
哎呀，先吃日本面，改天安哥有钱带你去吃日本餐。没有读书，是习惯水草。面包，来。原来这个小瓜是离家出走的，不如我就将计就计，假装绑架他，趁机捞他一笔。安哥，你笑什么？你原来是离家出走的。我要追求自由和梦想。啊？追求自由和梦想？安哥，我支持你。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梦想。如果没有梦想，就和乞丐没有什么分别。乞丐？你不是乞丐吗？我不同，乞丐只是我的工作。其实安哥我私底下很有梦想的。安哥最欣赏有梦想的人。告诉安哥，你有什么梦想？安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每天可以打 game， 每天可以不用去读书，每天可以看漫画，还有每天可以吃 ice cream。哇，好伟大的梦想啊！放心，安哥一定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安哥，你很好嘞。当然。我向来是古道热肠的吗？古道热肠？什么肠来的？好吃的吗？没有读书，古道热肠是很热心，很有正义感，像我安哥一样。哦。不过，首先要改变你的形象，不然的话，等一下给人家认出来，你就会被抓回家。啊。形象嘞！哎，这样才没有人会认出你。叫安迪，不叫姐姐。姐姐，哟 ，Q 的。哎，多多。哎，姐姐有空啊？药房没有开咩？没有啦，今天我出诊。出诊啊？你出麻疹啊？出麻疹在家里休息吗？这样会传给别人的嘞。不是出麻疹，出诊的意思是我出去为病人看病。哦。我口渴嘞，可以买汽水给我喝吗？汽水 ，OK， 走。哇，阿哥年好嘞，我妈妈一个礼拜才给我喝一罐嘞。是吗？嗯。哎，阿炳，老板娘。等等，那个阿炳认识吗？阿炳，认识啊。我看到鬼鬼祟祟带个小孩子回家，八成哦是有那个恋童癖。恋童癖？哎，老板娘是娈童癖。对，那个娈童癖。娈童癖？
什么东西？新产品啊？哎呀，软铜屁，英文叫做 philophilia， 简单的说是属于性侵犯的一种行为。我们习惯了、把软铜屁念成恋铜屁，其实那是错误的念法。简单的说，软铜屁就是以儿童为对象获得满足的一种变态行为，或通常是后天心理发展不正常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病。总之，简单的来说，软铜屁包括了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也有专家认为，软铜屁患者对儿童进行侵犯是出于对童年时代你们放心，以我 YB 十多年的经验，这个传单一发出去，电话很快就会来了。看，来了。Hello，Hello， 你就是 YB 啊？是，我是 YB。你就是 YB 啊？是我大选的时候把这个头给你，我家前面这个龙沟塞了两年，我滚不了两年，一点消息也没有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做事情啊？你懂吗？每次下大雨的时候，我家前面龙沟就进水啊，搞到我整间屋子湿湿啊！你们几时来修理？啊 ，OK。没问题，我马上联络市政局啊！你给我你的地址呢？地址？我两年前不是给过你了吗？现在又要给啊？你没我们吃饱占得空啊？一直打电话给你啊，不用钱呐、跟你还浪费时间了、这是安哥的家，进来。啊，进来。阿干哥，你家在装修啊？装修？这是一种自由，在这里哦，你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没有人会骂你的。安哥，你一个人住啊？你的爸爸妈妈嘞？哎，他们搬家了。搬去哪里？富贵山庄。富贵山庄听起来很高级嘞，怎么你不要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哎，迟早我也是搬过去住的啦，随便坐啊。哦，阿干哥有 game 玩吗？我打 game 啊，有。妈妈完了。阿哥，阿哥很难丢哎。有江南咩？什么华语哦？老师有叫老牙这个字吗？现在老牙的华语叫什么？老牙。哎呀，老牙就是老牙了。你会唱歌吗？会。叫你唱给安哥听。实在好听哈、安哥要出去办点事情，你在家里玩，等安哥 ，OK。
电话，对对对，打电话，没有啦，打给朋友啦。哦，手机坏掉了，手机坏掉了。嗯 ，OK，OK，OK， 慢慢走。Hello， 外币吗？是，我是外币。Hello， 外币是吗？是的。小胖在我的手上哈、小胖，叫他爸爸听电话。他跟你讲话。喂。你是小胖的爸爸哈？追大哥，请问怎么称呼啊？称呼，称你的头啊！快点把小胖还给我。好、爽快一点，就一口价50,000，小胖就可以平安回家哈。50,000，大哥，你有没有绑错啊？我是在小贩中心炒果条的嘞，我不是炒股票的嘞，我没有钱的嘞。炒果条哈，好，就扣一点给你哈。30,000。等一下，你家这名小贩在你手上，是很多电话绑架骗案呢。哈，你怀疑我哈？哈哈哈哈。你就永远听不到这么动听哦，不不不，这么难听的歌声哈。OK OK， 我们不会报警。你准备30,000哈，明天我会打电话给你哈。喂，你的手机要包着电话？不可以啊，我喜欢用公众电话，要你管。不可以啊，我喜欢用公众电话。要你挂了。30,000，那我不是要炒30,000盘的炒果条才能够赚回来？这种话你也讲得出口？儿子重要还是果条重要？有我外币10多年的经验，好不容易是难是你。天里了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喂，你遥控呢？春天里了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河浪。阿哥阿哥，遥控器在哪里？哎呀，在沙发上面呢、啊。春天里了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河浪。阿哥阿哥，怎么没有 Astro 的？哎，有什么 Astro 哟？没有 Astro 了 ，ATM 就有了。春天里了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河浪。哇哟！阿哥阿哥，我肚子饿嘞。等一下拿饼给你吃了，烦死人。那看。我朋友有一只猫，我会讲华语的嘞。猫会讲华语？嗯，每次我问那只猫哦要去哪里拜神哦，它就讲喵喵。哈哈哈哈。这样啊，我家乡的羊啊会讲英文啊。羊会讲英文？每次我问它英文午夜怎样讲啊，那只羊跟我讲咩咩。
不懂在讲什么。你去客厅啊，我去房间啊。哎，阿哥，你怎么关灯？关灯睡觉了。阿哥，我怕暗，快点开灯。哎，真的是麻烦啊。阿哥，我怕可以陪我一起睡吗？可以把小叮当拿开吗？不可以。几岁了哦，这样幼稚啊。安哥，安哥，很多蚊子嘞。哎呦，麻烦，我去点蚊香了。明天买给你了，麻烦。睡觉，安哥明天带你回家就是了。梳好头先。哎呀，安哥，安哥，不用梳了啦，梳来梳去都是一样的啦。你懂什么叫做物以稀为贵吗？不懂。物以稀为贵就是讲越少的东西越值钱，没有读书。怎么你们一直讲我没有读书？我有读书的嘞。读书读书，还讲有读书，是读书，没有读书。小胖，开车啊！跟着我过啊！安哥，安哥，如果你不用走天桥，那先走天桥就安全嘞。天桥麻烦了、啊，又慢，直接走过去比较快啦。在这里玩一下，安哥办点事情，等一下才带你回家。安哥，安哥，怎么踩着鞋，很痛的嘞？
哎呀，这个可以按摩脚底，还可以减肥啊。减肥？小胖，叫小胖的爸爸听电话哈。我只说一次哈，下午3点把30000块放进苏丹公园的垃圾桶哈。垃圾桶？那边这样多个垃圾桶，我哪里知道是哪一个哦？很简单哈，把钱放进一个挂住蓝色塑胶袋的垃圾桶哈。我会派人去拿，如果我发现有警察哈，我就撕票哈。以我10多年的经验，我跟你们一起去。那你自己不会看呐、啊？废话，我推你可以吗？随便。就不要学人家玩跷跷板啦、啊！安定，你这样讲很伤人家的自尊心的嘞。是无处不在哦。
么多一个蓝色塑胶袋的？怎么哭到那么伤心啊？你可以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叔叔请你吃 ice cream 要吗？妈妈讲不可以吃陌生人给的东西。现在叔叔请你吃炸鸡。炸鸡哪里？在前面那里。等一下，有没有看到，在我东北以南方向，那个戴黑眼镜的男子，以我 YB 十多年的经验，他肯定是绑匪的同党。东北以南在哪里哟？哎，不要看过去，自然一点。以我 YB 十多年的经验，我肯定他没有发现我们发现他。如果他发现我们发现他发现我们，哼，这样就不好了。是哪一个垃圾桶哦？快要三点了咧。哎，对对对对对，外币，刚才绑匪不是有打电话给你吗？有电话显示的吗？快快打回去，快快快！哎呦，拜托，以我外币十多年的经验，绑匪肯定是用公共电话打来的嘛，他不会笨到用自己的手提电话打来的。哎呦，你试试看啊。啊 ，OK 了 ，OK 了。喂，என்ன சும்மா சும்மா போன் அடிச்சிட்டே என்ன கூப்பிட்டுட்டே இருக்கீங்க? எனக்கு வேலை இல்லையா? ஐயோ, எனக்கு வேலை ரொம்ப இருக்கு. எவ்வளவு வேலை இருக்கு? சும்மா சும்மா கூப்பிட்டுட்டே இருக்கீங்க? எனக்கு பிள்ளைங்க எல்லாம் சாப்பாட்டுக்கு வந்துரு, ஸ்கூல் விட்டு வந்துருங்க. தெரியுமா? ஹலோ, YB.
是，你是哪位？我的声音你都认不出来吗？哎，你打来就好。这有两个绑着蓝色塑胶袋的垃圾桶，哪一个才是哦？哼，蓝色塑胶袋只是一个烟雾，这招叫做故弄玄虚哈。哇，还故弄玄虚啊！听好哈，现在放钱的地方有挂上蓝色塑胶袋的垃圾桶，换去挂上红色塑胶袋的垃圾桶哈。红色的塑胶袋还不是塑胶袋，快把钱放进垃圾桶，马上离开哈！只要我一拿到钱，小胖就可以安全的回家哈。换了换了，先换件红色塑胶袋啊！红色塑胶袋，快让你讲。红色塑胶袋的垃圾桶。好同学，我们把手上的垃圾丢在这个垃圾桶里面。好，丢完了，丢完了没有？好，我们走，来。小胖，小妹，你没有看到一个小胖子？有，他跟一个叔叔去那边了。那边？阿哥，阿哥，你的袋子有刺。那边有刺，我来带你去那边，快啊！来，坐这边啊。我叫醒四季腿啊。阿哥，你怎么摸我？给叔叔摸一下，叔叔醒四季腿。哦，你是怪叔叔。小胖，小胖。小胖，
什么来的？咦，这好像是我们的钱呢。咦，老婆，为什么我们钱在这里呢？小胖，安哥走了，安哥把你叫回给你妈妈，你为了安哥受伤，如果安哥还骗你家里的钱，安哥我还是人吗？蓝色塑胶袋的垃圾桶，还债，该的还债，还债，还债。大家下午好，现在报告。大家下午好，因为长得肥胖，他今早离家时身穿。唱歌跳舞弹琴